七星岭的这个位置风景特别的好，你看他帐篷就放在这个露台上面。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这时光，会是怎样？也许我会把那些好听的故事都挂在树上，还会把我们的果实都赠予山水，让它见证两个不离不弃的人。七星岭帐篷收费的情况就是一至两人的帐篷168，普通二至三人帐篷198，网红金字塔298，网红小三角398，网红大三角598。如果你自带帐篷，收费场地费是60块钱一点。这个露台的风比较大，这个露台的下面还可以搭帐篷。我的费用包括了水、用水、用电，还有网络，还有淋浴。我们下去看看下面那个帐篷场地，这个下面的风就小很多，它有个像有一个避风港一样的嘛。然后卫生间就在走廊的那头。好处就是风比较小，如果是下雨的话也淋不到雨。弊端呢，就是因为卫生间在前面嘛，淋浴间也在前面，所以就是来往的人比较多。淋浴间很干净。七星岭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，有气象万千的云海，也有壮丽的彩霞。七星岭这个位置也就是浏阳河的源头，这里有个岛泉湖，还有一口井，我们去看看。源头古井，好大一口古井，现在还有一个小桶可以打水啊。哦吼，迎着朝阳我们去触摸1608的天空之门。帐篷的地方就是露营基地，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。天空之门，现在是早上6:20。看看下面那云海，哇、哦，这种风景简直太美了。面对如此美景，我想翩翩起舞。Yeah.
大围山露营最高峰。1608。我在浏阳说爱你。